我哋今日要认识嘅英雄就系好运者 Miss Fortune， 佢嘅全名叫做莎拉好运。咁我哋又得知道好运其实系佢嘅姓氏，而唔系一种昵称。虽然中文译名就叫做好运者啦，但其实佢呢个名绝对并唔系好运嘅意思。相反，呢个名系一个英文嘅谐音字 Miss Fortune， 亦就系不幸嘅意思。莎拉自小就好讨厌海盗，所以就改咗呢个名，希望能够带俾嗰啲海盗不幸。但系同时呢、这个亦都系一个我哋认知嘅航海传说，就系话如果船上面有女性嘅话，就会为嗰只船带嚟不幸。喺比尔吉沃特汹涌路途嘅活动之中，我哋能够得知到佢嘅第一个船员叫做雷温，而佢自己嗰只船就叫做宝莲号。莎拉嘅双亲都系枪械技师，而莎拉而家拎住嘅双枪分别为 shock 震动同埋威严。呢两把枪本来系谂住制作俾冈普朗克嘅，但喺莎拉细个嘅时候，佢嘅双亲同冈普朗克后来因为意见不合，冈普朗克就用呢两把枪杀死咗莎拉嘅父母。而值得提嘅就系 shock and R 呢个名，同时亦都系军事策略。简单啲嚟讲，就我哋成日所听到嘅火力压制啦。而佢嘅大忌 Bullet Time， 中文译叫做弹幕，其实同时亦都可以翻做子弹时间。如果有玩过其他 FPS 游戏嘅朋友，就可能会知道子弹时间其实就系嗰啲减慢时间而进行攻击嘅特效。最后喺游戏中，佢嘅技能由推出去到而家都冇太大嘅改动。但系唯一一点值得一提嘅就系喺 5.14 嘅更新之中，佢嘅技能不竭射击冇咗佢一直以嚟有所有嘅重创效果。多谢大家收睇，我系 Ryan， 我哋下次再见啦。